我们通往暗夜堡的传送门准备好了，我尽力不让你们一脚踏进险境。小心点，这不是我们的时间线。但有了圆盘中的知识以后，艾丽山德很可能对大家都是威胁。好了，大家，重头戏来了。我们最重要的任务，我们准备前往暗夜堡。 要把那个圆盘拿回来，冲锋！最后一名是慢吞吞的食人妖。当个慢吞吞的食人妖也比长得像巨魔好。你们两个就不能严肃一点吗？圣光指引我们，为了提尔。
钻研、练习、自律，务必要随时精进自我。欢迎欢迎，快来快来。来吧，与我同行。维勒内，你在做什么？艾丽珊德，拜托，我们需要那个圆盘才能让我们的朋友守卫者提尔恢复记忆。他藏着许多秘密，对我的目标有帮助。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族人着想，可是这个世界需要提尔再一次展现他的怜悯和英勇。那好吧，我已经取得我需要的知识，可以离开这个时间之道，确保苏拉马尔安全。圆盘就给你吧。你让艾丽珊德走了？我相信提尔也会这么做。你做了正确的事，维勒内，他想帮助自己的族人，我们反而才是攻击他的人。你们都做得非常好，我们达成了自身的使命。现在我们要塑造提尔卫士的未来，我们带着圆盘回去吧。我想提尔也等得够久了吗？他亚历史朱砂诺兹多姆，老朋友，欢迎回来。我看见你也扮演着重要角色。 Hold a down sheet。 我沉睡多久了？太久了，提尔，真的太久了。亚历史卓沙，你一点都没变，你也是诺兹多姆。其他守护巨龙呢？世事无常，很多事都变了，不过新的守护巨龙已经接下了他们的位置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吃了不少苦头，这就是你们重铸我的原因吗？一开始是这样，但现在你可以和我们一起享受和平与友谊。如果没有我们的新盟友崔瓦队长和提尔的卫士，我们很可能会永远失去你。我们是提尔的卫士，数百年来一直遵循你的教诲。如果你能来我们的根据地勉励我们，那会是莫大的荣幸。提尔，来吧，我们有好多事要告诉你。
正义是一切的准则。基于正义，我的信念坚定，我们都有各自的责任。